在圆山乡长张宜桦代表会主席许庄民、议员黄玉仪以及地方代表村长的见证下，金山公园正式揭牌。请揭牌！哦，掌声鼓励。圆山乡公所表示，感谢县府经费补助，顺利建设这座金山公园。尤其为了行销公园的好环境，特别举办农产市集和社区演出，不但民众喜爱，农民更加肯定。首先，马刚才的咱林志妙馆长吼，哎，支持吼，啊，将对这个地方啊，自我就任来开始，啊，投资有两亿的啊经费吼，2500万。啊，这等于来完成吼、哦。啊，咱今日过去无一个正式的启用典礼，啊，就由着今日咱们来揭幕吼。啊，加上咱在啊友善的农民技术下吼，啊，咱好山好水，啊，咱宜山收获上好的农特产品，拢是第一咱宜山，哎，对无？带儿子来，哎，金元山市集。觉得还不错啊，很好啊，可以做 DIY 的铅笔。这边环境，环境也很不错啊，也有专门的停车场啊，然后也有垃圾桶啊，对，然后规划的也不错。哎，袂歹，因为会带动人潮嘛，把咱的品牌哦推销出去，不管讲卖多卖少，把咱的品牌推销出去，尤其是讲。我也有蜂蜜，也有酵素，也有火龙果，吼、哦，往来干啥拢有。啊，甲咱这个物件吼，销吼推广出去。对，首先它是一个农废资源回收，那我们针对的是永续，因为这些废弃物呢，原本就是堆起来烧掉。那我们为了减少空气污染，重新把这些农废资源呢做再生，再生做这个手工笔，哦，觉得对大人或小朋友其实非常非常有意义。那可以延续它的生命之外，还可以使用。那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让小朋友学习到艺术创作等等。圆山金山公园就在圆山乡跟宜兰市交界处，交通方便，环境清幽，值得民众来探访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